今天是九三军人节，县长赖峰伟今日一早主持澎湖各界秋季阵亡将士典礼，向入祀忠烈祠的先烈们表达崇高的致敬与哀思，并缅怀先贤先烈的壮烈牺牲精神，祭祀过程肃穆庄严。澎湖秋季先烈暨阵亡将士典礼三日上午在忠烈祠举行，由县长赖峰伟担任主祭官。因遵守防疫规定，今年只有军政首长、县府各局处长、烈士遗族家属等人陪祭，像以往有学生及军人陪祭都取消。县长赖峰伟向革命先烈阵亡将士上香，献花、献爵、献果，行三鞠躬礼，悼念为国捐躯的英勇壮举，也慰问烈士遗族代表，表达关怀之意。整个典礼简单隆重。记者陈荣玉报道。